众所周知，由热巴、吴磊、赵露思等主演的《长歌行》一开播就话题不断，可以说是非常给力的新作品了。该剧剧情十分丰富多彩，演员对人物的把握也非常到位，虽然有漫画穿插，但不影响整部剧的进展。昨天剧情已经到了高光时刻，李长歌终于不再拘于眼前的仇恨，而是为大唐百姓二战，也就是说真正与阿诗勒隼对上了。而热巴扮演的李长歌一上线就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，在拿捏人物成长、性格转变等细节上，热巴把一位美丽聪慧、温柔善良、为了国家人而演绎的如从漫画里走出来一般。尤其是李长歌目睹了阿斗被杀，痛心疾首，出城迎敌那段中，热巴完全沉浸在了角色里，一双大眼睛里满是热泪，眉头紧皱，完全没有偶像包袱，痛哭出声。近日袁冰妍出席某活动，在采访时他表示最近也在追《长歌行》，甚至特意充钱开会员了。如今剧情李长歌朔州城兵败，被对方俘虏，终于让他看到了阿隼的真实身份，可以说有点开虐了。当然我同学热巴的表现也是让我眼前一亮，他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，哈哈哈。随后袁冰妍透露，如今的热巴一点也没有变，把吃看得比命重，哈哈哈。热巴这回复也是让网友笑翻。当然迪丽热巴各方面都很优秀，不过作为演员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们希望在《长歌行》里大家可以看见他的进步。